我记得个姐姐学的，她种皮蛋汤了呗，她冲的。哦，难怪你女子在这看直播，你女子。那个大地方米粮，他外面叫小灯笼，安静的小笼包，安静的小笼包。那个都不被偷死了。他说他刚刚说，他说他爸爸在睡觉。哦，那都是老米啊，老油，他在那个在做饭的。我叫是给他看孙儿噻，叫那个孙子。哦。叫那个孙子。他给你给他看的是吧？难怪他晓得。哎，那个晓得啊。他我老妈太客气了，他说他是个小的，行啊姐姐，他经常来看我直播。他最近在做饭了。啊，行。做豆角喜欢那个米粒儿，那个孙子该吃豆角喜欢从我回来的。啊。我也给他做过，他今天晚上也得给他们搞。搞，他说摸不到那个黄豆粉咋做用。啊。我说人少，你都不会调多了，调多了出来东西不好吃。啊。多喝点高汤。来，婶儿整一半来。上一半啊，上一半嘛来。我才吃的。来不要，看看见没有？就这个一剥开，你看就是这种的，看到不？一剥开就这种。这个皮很薄。对啊，你不要折了，你还得折。你折了一口袋了，这我就我就折两个尝一下，晓得不？尝一下。这个皮儿薄，这个煮一分钟。对，我说摘两个一，我一个我来了一个，结果他摘了一口袋给我摘了，真的。搞得不好意思，来上一个，上一半吗？不，我才吃的，我才吃的。那猪嘛，拿个等等。不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我这儿过去了，我婆在那边，哦，我还是走，好，没事，你耍你的嘛，我播一会儿，谢了，谢了，婶儿。看一下。嗯，好嘞，好嘞。还可以，这个好吃，看见没有？这我上次，我跟你讲，我这个人吧，吃酸的不行，知道吧？有一丁点儿的酸味，我就觉得我奶奶吃这种的话，那就是已经很甜了，知道吧？我里面有一丁点儿酸味，我就吃不了。至少我都没有像这样子啊，我只要有吃酸的，你们看我脸色就看得出来，知道吧？回味的时候稍微有一点，但是你多吃几口就好了。可能我是吃第一口，知道吧？谢谢我姐。我寻思我过来摘两个，没想到我婶儿这么好玩，你看嘛，这一下就搞一口袋，真的。啊，这是那个爱媛的，哥姐没有？就是外面这些卖干很，就是卖的干很，你们那边很好吃，真的吗？姐，到时候等它熟了以后，我去我们村子里面跟那个管理员讲，就是到时候我去买那个更好的、更大的那种，到时候给你们上，行不行？到时候给你们挂一点的，到时候我也挂的便宜，哥姐们啊，说白了我挂的便宜，到时候，只要我不亏钱就好了。说白了，给你们做福利也无所谓啊，我又不，我现在又不经常卖货啥的，对吧？能给大家好东西给分享给大家，我就觉得满足了。你们觉得在市场上的便宜多了，真的。爱媛的哈，我当时我之前知道有这个品牌，上次他给我讲我不知道，我去查了一下这个橘子的这个品种，这个就是一个爱媛的，知道吧？啊，那我就知道了。对，早上我没播，姐姐啊，早上我没播。早上我去体检了，去办那个健康证，但是体检完了以后，他要一个，快点拍啊，想吃，最多下个礼拜行不行，姐？下个礼拜你们想吃什么，我就去搞了，行不行？只关键我现在想卖呀，我也上不了啊。他必须那个，他必须要我的那个安全证，知道吧？食品安全证，不然的话他不让我卖呀，抖音呢。嗯，病了吧？看一下你老伴，你小女儿在看你。那他们有些，那估计家伙啊，那广东那回来有些百斤两百斤的买。这个啊，就是一百斤两百斤的买个。对啊，他们有的有这个好吃了，好吃了都想吃。但过年的那个过年的时候，这种的很多人买的。你对你爸感冒了，你看你小女儿在看你，哎、也逗啊，也开心啊。哎呀，姐姐，哎、哦，吃橘子，吃辣呀？啊，刚婶儿摘的，啊，可以。啊，他反正这个还可以。他刚刚还说，到时候给他女儿挣一箱钱。对面这个小的多小的个数占那么多，
大板弄得多。上一个整一个嘛。我不要不要，我在哪里做活了？我天天在。那比你玩的这个，给你做个人情，你也不是。我天天在那做活了，没事，爽啊有点。不爽。不爽。有他自己做噶。还可以，不爽。不爽嘞。嗯。这是啥子玩意儿？一天要的红红的。照一下我姐，他们树上有很多树啊，结的多不多？黄了，那两年包挑了。哎，我们村儿好啊，真的，看见没有？连我们村儿好不好，家人们？然后你的村儿好不好？我都你看，我们真的里面有老粉的都知道，我之前去摘人家黄瓜啥的，人家都不说的，知道不？你看我过来吃橘子，人家都是一口袋口袋的摘，啊，都不是一个两个的，知道吧？昨天是往那谷子一旁边摘，挺好哇，我觉得村里面人挺好，我们家里面。谢谢哥姐们，我感谢家人们点赞。那些老人家是哪里那么多？就他们家人啊，他们这就是他们家呀，我在他们家玩的，啊，我过来瞅这儿，走这里路过呀、啊。我们姐姐让过来摘点橘子，结果人家老爸老妈给我们摘了一口袋呀，啊，这么大一口袋呀，呵呵吃不完啊！感谢阿芬姐啊、哦！我也是往这个案里老板儿，我也是往这个。回来的，感谢乡野哎乡村巡野，谢谢你人气票啊！你叫你这个姐姐给你摘农场里面的，她在天天在农场里面做活。不用，到时候自己去买，知道吧？到农场里面的那个是人家老板的，你得去买啊、哦！你不能去摘人家的。我们啥钱了，兄弟？哦，那就价格低哦，你。欢迎阿莱尔姐姐哦，欢迎你哦。那么低呀？你们卖的好多钱一斤啊？他们今天这收的2.9块。二十。这今天这好。三十，我回去了。三十二十。对哈。哦，猴子吗？我过去了，他们那个树，你看嘛，那个树真的长得多啊！你看，这么小的一个树，看到吗？看，这么细，你看到没有？我的拳头都有这么粗，你这个脖都给它撑不起来的，这橘子，啊，你看这个叫爱媛，看见没有？这个品种叫爱媛。说你们喜欢吃橘子的，到时候过年啥的，你们可以给你们上啊。后面也接的多啊，嗯，那行，好，那行，三儿谢喽，谢了啊，在这养一下嘛，长熟一点，再长熟一点甜的，不好给他，这个是娃儿会贵嘞，邮费啊，邮费是有点贵啊，两块啊，是两块钱一斤，你看他们都在说这个邮东西。后面都是啊，嗯，行，不是橘子吗？就是爱媛橘子啊，行，兄弟们，刷了我齐了啊，这我齐了，啊，好嘞，不是橘子，橙子嘛，对啊，爱媛橙子啊，爱媛橙，哎，这个谁？噔噔噔，花开浪漫姐姐，欢迎你们哥姐们，嗯哼哼，啊。哇，整车拉呀！你这个背了好久啊？啊，你不是有个拖拉机吗？哦，那你这个背起好恼火哟！你这个，这样子，你看黄豆，看见没有？他们还在割黄豆哎。你看他们这个院儿漂亮，看见没有？他们这个院儿漂亮，这姐他们这个，然后你看这个有一个大门围起来的，里面种了很多花，你看这个上面，啊，里面种的树啊，这前一段时间那个花开的老漂亮了，前一段时间。你看他们这后面还有哎，后面，你看这么多的果树，那瞅一圈呢，瞅一圈看一下，你看这种橘子树，看见没有？橙子树吧，应该是橙子树啊。他们这边应该是摘了吧？哦，你看一下，看见没？看一下这橘子，这橙子，这个才是个品种，看到没有？一个都有拳头大的，跟那个柚子差不多。你看，看见没？跟那个柚子大呀，这个只是一个。过年就吃这个玩意儿啊，真的，过年就吃这玩意儿。到时候过年给你们上这种吧，哥姐们，行不行？到时候过年的话，我去找那个找他们买，行不行？我们买了给你们上，就这种的，
对吧、啊？我还以为他没接嘞。他这种的要这种的，现在这种哈，现在这种熟了的还不是很好吃，真的。他没有这种的好吃，就是这种现在熟了的这种哈，他没有这种的好吃，就这种的。因为我这现在熟的这种，我之前我今天吃，我觉得有点带点酸味，稍微有点。但是像这种的话，你吃出来的话，你就一点酸味都没有，就这种的哈，哥姐们。可以做陈皮吗？陈皮怎么做？不会啊，到时候看一下呢，啊，到时候看一下。你看哥姐们啊，就像这种的，它这种都是还没长大的这种，像这种的你看就长得很大一个，比拳头还大，哥姐们啊，比拳头还大呀。我就喜欢吃这种。然后以前我们这边没有这个基地的时候，哥姐们啊，像那个橘子没有这个基地的时候，完了我们都是在有那个。